大家好，又是我鄉口 Carl， 今天要玩的是 GTA Online。 今天是4月14号星期四，今天又为大家提供 GTA Online 每个星期的最新资讯。今个星期六圣都车序里面的奖品载具是经典披字，获得的条件是在七场街头竞速系列赛里面名列前一名的。而试驾载具方面分别有 RT3000、神子同埋屌王 3600LX 嘅。另外阿浩特制私家载具係强灭霸。今个星期赌场入面嘅台上载具係密探 S， 属于洛圣都改装车嗰个 DLC。特价车方面 Legendary 嘅斗牛做緊半价。同埋 ETR1 做緊六折。男性安地迪斯超级汽车网嘅经典王者做緊六折。军火大亨嘅夜沙做緊六折。武装坦克做緊六折。水陆铁尼高都做緊六折。同埋火箭狂雷做緊七折嘅。房地产方面所有 CEO 的仓库做緊七折，同埋载具仓库都做緊七折嘅。差事方面，生死救援系列嘅竞争模式做緊三倍，另外特殊载具任务做緊双倍。今日呢一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咁另外今个星期咧就有新嘅阿浩特制改装时间挑战赛嘅，我挑战成功之后都会拍埋片噶啦。咁今日就嚟到呢一度，之后落嚟如果 GTA Online 有啲咩新嘅 update， 我都会尽我所能尽快咁将最新嘅资讯带俾大家。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另外大家记得 follow 我嘅 IG， 我系乡口 Carl， 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